随着音乐节拍，跟着老师编排的舞步，扭腰摆臀，舞出健康。由于基隆市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要如何长保健康就非常重要。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看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此商请专业舞蹈老师 Penny 来教舞。那我也谢谢我们的 Penny 老师，因为前阵子我跟他聊天聊到说他愿意来就是为社区来付出嘛，那教我们一些美魔女来一些简单的舞步，就是现在很流行那个广场舞。那我们最近有约好说每个礼拜的礼拜五10点，在我们七堵有名的铁道公园的广场跳这个广场舞嘛。那佩妮老师他会有很多的新的舞步来教我们大家跳舞。杨秀玉计划7月7号开始，每个礼拜五早上10点到11点半到七堵铁道公园跳时下最流行的广场舞，就大家一起来跳舞，维持身心健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玉阳舞蹈团的佩妮老师。那这个呢，现在很结合就是时下的那个流行的广场舞蹈。那这流行广场就是有现在很流行 BLACKPINK 的 Flower 啊，以及 IDOLS 的Queen Card， 然后让他们去用最简单的舞步，又跟着最时下的韩流的潮风，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去运动。那当然就是每个我们从7月7号开始呢，每个礼拜五的早上早上10点到11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男女不拘，可以大家一起欢迎来跟我们热舞跳动哦。杨秀玉也先请老师带着她和几位闺蜜好友们先到她的艺员服务处里面试跳一番，虽然舞步动作不难，但是一曲下来也是香汗淋漓，充分达到运动流汗的效果。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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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